你好，我来给我的孩子注册个名字。有自备的吗？有的，小品。嗯，被注册了。嗯，还要一个小静。嗯，也被注册了。这种几个字的早就注册完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小派。小派，这名字不错，孩子将来数学成绩一定好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数学考了多少分？零分。什么？零分？你对得起你的名字吗？来，这名字来，都看你给我取的名字。小三的一四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，我的名字还没写完呢，可是就结束了。我去给你换一个短点的名字。你好，我想给我儿子换个名字。现在名字紧缺，我们要进行拍卖，一个以三次成交。王思聪这个名字归99号先生。现在名字这么贵吗？接下来拍卖特价名字套餐，50块钱起拍。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啊？白送我都不要。哦，66号女士举牌，50块钱一次，50块钱两次，50块成交。儿子，我拍到了几个超短的名字，好贱，杀人是真香，始料极，你想要哪个？妈，我还是不改名了吧。